这个 a 变成了 u 加西达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它的西的变化。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看一下这四个例句。第一个呢，harmony께서 용돈을 주셨어요。harmony께서 용돈을 주셨어요。那么这个 께서 也是表示什么는的尊称啊。那么 harmony 是奶奶，奶奶呢是这个主语啊，主语呢是我要尊敬的，所以呢，怎么呢？용돈啊，零钱呢，这个零用钱呢给我了。주다加시다啊，주시다加过去时呢，주셨어요。那么第二个呢，사장님께서는언제나일찍출근하십니다啊。那么언제나任何时候，那么这个사장님是老板，我的上司，所以呢要表示尊称。께서，那么께서呢是这个은啊，那么它后面呢也可以加这个은啊，表示强调的意思。那么사장님께서는언제나일찍很早很早的출근하다上班，那么출근하시다加은미다출근하십니다。那么第三个呢，할아버지는수염이많으시다啊，수염是什么胡子的意思啊？那么这里呢，主语呢是할아버지的胡子啊，爷爷的胡子。我们说啊，这个主语呢不是爷爷，是爷爷的胡子，但是这个胡子呢是爷爷的，所以我也要尊敬这个胡子，是不是啊？所以呢。할아버지는 수염이 많으시다 아, 那么胡子呢? 因为是爷爷的东西, 所以呢,我也要尊敬的, 所以呢, 많다, 많으시다. 那么第四个呢? 선생님은 학교가 가까우셔서 편하시겠어요? 아, 那么老师呢? 离学校很近, 아, 가까우다, 가깝다, 가깝다. 这个呢, 비읍是不规则的, 所以加这个变成了物, 가까우셔서, 因为呢,很近, 所以呢, 편하시겠어요? 편하다 也是加这个系啊，那么这里呢用了两个加系的，这个方法了，这个就是对这个主语的尊称啊，加这个系，动词后面加系，a 系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也有一些词呢不用加系，a 系呢，直接是表示尊称的，我们来看有哪一些啊，第一个，먹다 啊，마시다可以变什么呢？드시다，잡수시다，자다는주무시다。주무시다말하다말씀하시다말씀하시다죽다死了，那么我们说去世了。돌아가시다돌아가시다아프다病了，那么奶奶病了呢？아프시다或者是평찮으시다평찮으시다。那么있다可以说什么呢？계시다或者是있으시다。那么밥可以说什么呢？经济。那么집可以说是댁생일可以说생신，那么这些右边的单词呢，本来就是什么呢？表示尊称的单词啊，用上去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啊，할아버지께서진지를잡수시다。我们说밥을먹다不用，用什么呢？진지를잡수시다，吃饭。안녕히주무세요。我们说啊，잘자，好好睡觉吧。我们不说，我们说什么呢？안녕히주무세요。那么第三个呢，교수님께서주말씀을하셨습니다말씀을하시다是这个마라다的尊称。주말에시댁에가요，那么시댁是婆家，婆婆是这个시啊，시어머니시아버님，那么呢加这个댁表示我对公公婆婆这个家的尊敬，叫什么呢？시댁表示婆家公家的意思啊。영세가어떻게되셨어요？영세呢是这个나이啊，나이가어떻게돼요？영세가어떻게되셨어요？这个是尊称的问法。第六个呢，선생님께서평찮으셔서오늘수업이못하신대요。평찮으시다是这个아프다的尊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例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계시다和这个있으시다呢，都是这个있다的尊称。那么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这个계시다是这个在啊，存在的意思。比如说，할머니는한국에계십니다。할머니는한국에계십니다。奶奶呢，在韩国，她存在在韩国。那么呢，这个있으시다呢，是她持有的意思。比如说，할머니는책이많이있으시다。할머니有很多啊，她自己呢持有很多的书，所以呢就用있으시다这么说。那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啊。第一个，아버님께서는매일저녁에책을怎么样呢？啊，아버님，아버님，아버지是什么呢？这个爸爸，所以呢用这个尊称啊。읽어십니다，对吧？因为有这个什么呢？韵尾，所以叫으시다，읽어십니다。第二个呢，
오늘아침에선생님에게에게는用什么呢？给啊，给是这个에게的尊称。선생님께꽃을주다，주다尊称是什么呢？드리다啊，드리다。那么是过去时呢？드렸어요。那么第三个呢？아버지께서는언제나일찍자다。아버지是尊称啊，阿伯吉是我要尊敬对象。那么查到的这个尊称呢，주무시다啊，주무십니다。那么第四个呢，어머니나이가63됐다。那么나이的尊称是什么呢？연세啊，연세가63됐다加什么呢？시되셨어요。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主格啊，主体尊称法的一个意思啊，在这个动词的后面呢，加什么呢？加西达或者俄西达。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啦。那么下节课呢，我们会讲这个客体的尊称法，还有这个听者的尊称法。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